21世纪安德鲁斯幼儿园，大家好，我是然然老师，欢迎我们的然然老师，欢迎您。那今天和我们一起做手工的还有我们的毛毛小朋友，还有庆庆小朋友。大家好，我叫庆庆，我今年6岁了，这是我的好朋友毛毛。大家好，我叫毛毛，今年4岁了，欢迎你们，欢迎你们。哎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今天呢我们这个手工作品你们是不是很喜欢呢？如果想和我们一起来学的话呢，首先要让我们在自己的周围寻找一下做手工所需要的材料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，快点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找材料吧。做手工找材料，我们一起找材料，找找找材料，找找找材料，东找找西找找，我的材料找到了。纸牌、彩色卡纸、无纺布。好，材料已经找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要活动手指了、小朋友们举起我们的手一起说，食指拇指碰碰，食指中指并拢，做完剪刀剪剪，我的手指好灵活。好，手指活动开了，然然老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吧。首先我们拿出一个白色的纸盘，在上面画上菠萝的轮廓，把它剪下来，小朋友们，在这个步骤当中呢，我们会用到剪刀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怎么做呀？注意安全啊！没错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是的，注意安全，让我们一起来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黄色的皱纹纸，我们把它剪成小的长方形。像是这样，像这样的长方形我们需要很多，长方形剪好了，剪好以后就是这样的。接下来我们把剪好的长方形粘在纸盘上，在粘的时候呢，我们只粘长方形的中间，这样粘起来会比较立体，像老师这样。就是这样的。接下来我们来做菠萝的叶子，我们拿出2张浅绿色的卡纸和1张深绿色的卡纸，并把它重叠在一起，像老师这样，在卡纸上面画上自己的手的轮廓。把它剪下来，
后就是这样的，这样我们就一次得到了三个叶子。现在我们把它粘在纸盘上，像老师这样，先粘一个浅绿色的。再粘一个深绿色的，这样显得更有层次。粘好以后的菠萝就是这样的。小朋友们，你看我的菠萝还缺点什么呢？当然还缺了菠萝皮上的黑点啦。对了，接下来我们用无纺布剪出一些小点儿。像这样的小点我们还需要很多。剪好了就是这样的，现在我们把它粘在这个长方形的中间。我们现在可以把水果放在盘子里。我的菠萝盘子就做好了，你们的呢？我们的也做好了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看，绿胖胖做的这个啊，那就厉害啦！哎，一辆这个汽车，我想。对，上面写着这个英语的意思是校车的意思啊。小朋友，你们来认一认上面都有哪些形状。毛毛，你说一个，有什么？圆形。圆形。庆庆。三角形。三角形。好。电视机前小朋友，还有一种形状是正方形。哈哈，大家都看出来了。当然了，我这个车身本身还是一个半圆形，各种形状组成的一个手工作品啊。但爸，来看看我做的，做了一个大苹果。哦，红果做的大苹果。由于这个大苹果太甜了，怎么了？就有。啊！这是什么？辣条。哎呀！来回出入的虫子，我觉得有点瘆得慌。哎呦，当然了，这是一个手工作品啊，而且呢，平时确实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。这个家里的这个好吃的水果，如果放的时间长，或者太甜的话，看小朋友毛毛的嘴都已经……最恐怖的就是吃的，就吃了一半，发现虫子太恶心了，虫子只有半条。好，来看小朋友做的啊，毛毛和庆庆做的哦，是什么呀？菠萝，菠萝吗？我们。最爱吃什么水果？青青，我爱吃草莓。哦，妈爱吃什么呀？妈妈，菠萝。菠萝正好，来，我们把水果放到这盘子上面，好不好？试一试，来，每个人都放一个。来，把水果放上去，看看你们做的怎么样。好，检验一下。都放上去。哇，有橘子，有苹果，还有什么呀？草莓，还有小西红柿，对不对？全放进去。对，每个人又实用，为自己鼓掌。来鼓掌。皮肤很好，一看就是很爱吃水果啊。哎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手工作品呢，应该说是既美观又实用。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木木有没有学会呢？哇哦，木木也学会了。第一步，在纸盘上画出菠萝的轮廓，并剪下来。第二步，将黄色皱纹纸剪成小长方形，并粘在纸盘上。第三步，将浅绿色和深绿色卡纸重叠，画出手的形状，并剪下来，粘在纸盘上，做菠萝叶子。第四步，用无纺布剪成黑色小圆点，粘在菠萝盘子上，做装饰。这样好看又实用的菠萝水果盘就做好了。这是我做的猕猴桃，你们看好看吗？这是我做的西瓜，这
些是我们用纸牌做的海龟。好朋友木木也学会了，那今天真的是要谢谢我们的然然老师，谢谢。那最后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，来，伸出手，食指拇指棒棒，食指中指并拢，做把剪刀剪剪，我的手指好灵活。好，小朋友们挥挥手，我们一起说再见。再见。